现在来到了我们县城的步行街，今天晚上来给大侄子买件薄一点的外套穿穿。我怕这两天冷呢，我带了两件厚外套。到春天变暖和了，你看人家都穿薄一点的，走走。就我一个冷的。大家看步行街啊，这是有多繁华，都是来吃的、来喝的、来玩的呢。进去看看呢。走了。我跟你说哈，来，去买一件子，知道吧？买一件你身上穿的还是加棉的，快点。快点听话，进去。你爸不在家，我要把你照顾好了，知道？你自己随便挑哈。这个外套你穿应该也好看，对吧？这个是吧？或者这个格子的这款。这种休闲都可以啊。那个同款灰色，你知道吧？这个色是吧？对，这个也一样。这个我感觉这个比较亮一点哈。对，这颜色亮一点。嗯。姐姐，试一下白色。白色的我穿容易脏啊。没事，我给你洗。我多大了还要你给我洗？还行吧。还可以，显瘦。显瘦，你不是女人，你还怕胖？试试这个，看看你俺娘的眼光。我那么相信你的眼光？能。哎，最好看。哎。这才是白色的短袖，我给你打。这才是新潮流。来，多试几款，再这个再试。这个好看，今年我看这个蛮显潮流的。你挑的东西不好看的。嗯，你找个白色的那个里面短袖给它配一下试试。出来给我看看呢。怎么样？啊，这好看，这多好看啊！对啊，里面是白色的，外面配这个，你看好吧？你自己看。这种裤子好吧看。显黑，你看多黑。黑跟贴的面膜。白色的就是春天、夏天穿的这种比较阳光，对，蛮有就是那种青春的活力哈。哎，对，这种比较阳光。有没有大一号？有大的。再给你拿大一号，就要这个哈。好的，好的。收款成功。你这个比刚才那好看多了，太有青春活力了。想不想吃东西？咱们去吃点东西啊。给我买一包，我请你吃东西。看这么多好吃的，烤冷面，你看这还有啥？卤味，各种卤味。还有啥？奶茶、龙子宫、串串香花。老板，我又来了，呵呵，来个鱿鱼卷饼来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这个，他们家的鱿鱼卷饼味道是最好的，每次来都直奔他家来。好的。这个是我的是吧？是的。我这个辣椒比较多一点，里面放了生洋葱，这样烫完之后，然后外面是脆的，里面是香的，特别好吃。这个香。都给拍两包。我跟你说，搁外边等着吃，就比在家里香。哇，看这个还是烫鲜，真厉害！再给两个。厚脸皮10块钱12个，厚脸皮又要了2个，我套给你们看看哈。这个，哎，得了，是这个。哎，10块钱套了2条金鱼，走，明天这样搁点美味鲜，搁点辣椒，搁点红烧，走。这是200D。挑战的男士又单手，女士又双手，我去挑战一下，我有点不好意思，那都比我还沉好几倍，我才82斤。主播也辛苦了哈，看看这会儿说话有点，哎，有的啊，这里特别不行啊。动都不再动了。怎么回事？多试几把。十斤。今天给来一个。来一个哈。搁钱里。他妈妈现在回来还没回来？对呀，他在济南看眼睛。在济南了。嗯。哦。啊，你家这个料子那么多。对，料的蛮足的。哇，看这全是卷面皮的料子。怎么样？好吃吧？嗯，这里边料子很足了，看看，过瘾。使劲吃哈，咱家买点水给你喝。
你好，你也来吃煎饼皮，好吃。吃饱喝足了，外套也买了，回家喽。